即时新闻综合报道。东欧乔治亚共和国 Georgia 旅游胜地，同时也是该国商业中心，位于黑海之滨的重要港口巴统 Batum， 在当地时间24日晚间，台湾时间25日凌晨，一家五星级高档饭店里奥格兰德 Leograd Hotel 22楼经传大火，初步估计至少造成12人死亡，21人受伤，上百人被紧急撤离现场。综合媒体报道，里奥格兰德饭店传出火警后，警消获报连忙派遣16辆消防车、100名消防员前往灾难现场扑灭火势，疏散上百名房客与工作人员。但因室内满布浓烟，视线不佳，至少有12人因来不及逃生，吸入过多一氧化碳不治身亡。部分受伤民众则送往邻近医院救治。至于起火原因、罹难者身份等细节，仍待官方调查厘清。